莫瑞替英国争光，苏格兰说烧井上添花啦。就在英国网球名将莫瑞打赢乔科维奇的时候，愁云惨雾的英国终于放晴喽。因为莫瑞是77年以来首位赢得温布顿的英国，是苏格兰人才对。莫瑞和有小丑封号的乔科维奇在场上厮杀缠斗几回后，终于让小丑回家加嘎地亚。小丑一直在晃神，不仅发球出贼，而且还状况连连。许多名人都没错过这场比赛，包括首相卡麦隆、苏格兰首席大臣萨孟德、三百壮士巴特勒、最后大丈夫库珀，他们坐在一起咬耳朵，真不晓得是在看比赛还是在聊八卦。英国老够格说莫瑞是他们家的吗？你说嘞？Follow us on Tumblr.